这个好了。偷东西了，开偷，哎，哎，小偷到了，赚，我加22块，大家记得多订24.99啦，救救尬的 JJ 跟退区啊，我们都要破产了，你只要诚心诚意的，一定有机会。哎，扭掉了，还好穿高跟鞋，闪闪发亮啊！冲啊，开杀！水哦，打死！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一下都没飙到，我的天哪，亏了！对面中很菜，不用帮我了。对面下路也好像还行，对面下路还行，多帮一下，下路多来。对面下路其实还蛮强的，哎，法克有哎，数一数二的 AD 啊。台服三大 AD 之一吧。嗯，感觉我一直把小兵吃掉哎。对，索拉卡一定要用这个沉默才能 poke 的。好运姐的 poke 真的好强哦！哎呦，怎么在旋转？这哥在旋转我哎！放个哎，英雄所见略同。我们下路已经快要死翘翘了，冲啊！啊啊啊啊啊！哎呦，有光盾啊！可恶！对面要不行了，快来！这边怎么有两个封印？解决！救命啊！狮子来了！他们的封印是不用钱的吗？差两根在一样的地方。哎，英雄所见略同。马克友快死翘翘了！小心小心！我中路。这个中路吃兵只有42只哎，快比我绝石流还低了。好，我叠满了，我自由了。Nice， 守塔11分钟。绝石吃兵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？就是叠满再吃啊，尽量叠满再吃啊，蛮简单的这一套绝石流。就算你们的这个操作不是很好，也是可以玩这一套啊，因为好运姐就不太吃操作，强力推荐给大家。那 support 呢？ support 可以带绿跳就尽量带绿跳吧，带绿跳的话经济好一点。只要会开招就好了，谁发明的？我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，韩国的职业选手发明的。可以下路两个蓝跳吗？当然是可以啊，我都不知道打几场两个蓝跳了。大家都不要吃啊，我们就蹲在草里，然后对面过来就打他，大家都不要吃兵啊。但是这个流派要小心，对面也两个蓝跳的话会很难打，大家都叠不满哦。飙到嘞，预示者还不叫吗？哇，要被沉默啦。这个人在干啥呢？要消失嘞！哟哈！感觉还能打，这波应该是挺有戏的。砍死，上车喽！Super Kill，Ace 啊！好运姐大招没有冷却那么久啊，不太需要气钉神水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哎，哇，嗝屁了！勒布朗刚跳进来了吗？
直接死掉了，死局又赢了一把，哇，还是好运姐舒服哎、欸。